圣寒君就是凌沆卿，你就是丘竹。是。那么你是丘竹的话，青勇是谁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当年我去军校上学的时候，曾携带过一本我妻子林杭锦手抄的诗集，里面就曾写道：“芙蓉出丘竹，袖断流青涌。”丘竹、青涌，巧了，这两个笔名都是出自。 山中达流书记《玉怀》这首诗，作者李山甫。我也是没想到，盛小姐，您竟然也是对孩子关爱有加。唯独只有平和的阳光，才能够扫去孩子内心的阴霾，安放童年。当年我太太。 林杭锦借宿我萧府之时，也曾写过一篇这样子的文章，叫《无处安放的童年》。所以那封信是你伪造的？没错。或许是上苍看着我苦苦等待了5年。 你打算怎么办？是啊，拿着什么？共产党的刊物。你怎么看这个？都说共产党的刊物特别厉害，好像人看了之后都热血沸腾的。我就好奇弄来一本看看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盛寒君就是凌沆卿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 所有人都告诉我，你我阴阳两隔，我却依然愿意相信你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。当盛寒君回来的时候，藏在我心里面5年的希望又再一次被你点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硬生生的把这个掐断？对不起，三哥。